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！王八羔子，让你吃独食，我再给你加点料，今天必须干你。哎，你给我留点，你给我留点。你回客，你这啥呀？这味太浓了。哎呀，这个好喝啊，咱家多整点啊。哎呀，现在我看这活动现在还有，那必须。我瞅着要涨价，别让它贵了。家人们，老铁们，你瞅他，你瞅登着这样出去啊！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从年前卖到年后的啊，特别的盖啊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只有燕窝银耳和豆浆粉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、防腐剂。老人和孩子可以放进去喝啊，可以当个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或者是宵夜。你不知道吃啥，你可以冲杯这个老盖了，家人们。然后里面都是那种独立包装的，直接温开水冲开就可以，特别的方便。现在活动来了，老铁们，19.9的，给我拿来。19.9啊，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四大宝，然后还赠送一个视频同款的泡泡杯啊！有喜欢喝的或者没尝试过的老铁，趁着活动现在还在，家人们抓紧囤起来吧！我把链接放到视频下方来啊！撕面条啊！哎呀，撕面条费劲巴拉！滚！咋了哥呀？面条太小，赶紧吃。